自己做饭哎。又回家做饭了？不是说请大家吃饭的。他就是在家吃吧。哦天哪！许爸，不是你口水全抹人家腿上了，几个意思吗你？嗯，好香啊，大厨。下一步是什么呢，宋老师？把它像牌一样摊开，这个很专业手法。虾仁啊，我想买那种小虾仁的。这饺子还真得自个儿包，外边买的它就不好吃。哇，好厉害！包的挺好看的。哎，也包的好哎，也包的好。你这是蒸饺啊？你只会包这种，也蛮好看的呀。挺好看。要说你这种就是那种蒸饺的那种包法。嗯。妈一天到晚嫌弃我，说我的饺子包的可难看了。我在家里面包的时候，我妈也嫌弃我。我妈也嫌弃我。能吃就行，管它长什么样。对。哎呀，全是想吃的。我看饿了啊！这饺子也太大了！哇，韭菜鸡蛋虾仁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很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！哇，谢谢宋小姐！哇！哎呀，饺子跟凉菜跟大闸蟹是最配的！哎呀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完了以后，然后最后一天又跟我一起过。哇哦！感谢你请我们吃大餐。大家吃饺子啊，快吃饺子！哦，吃饺子喽，过年喽！哇，吃播上线了，好吃，看着就好吃。吃吧，行，吃吧，行，夸夸我，夸夸我。嗯，好吃啊，太棒了。前面是一个拍照的时尚女郎。对，出的厅堂，下的厨房。非常的满足，这主要的是饺子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大家原来跨年都是会找人一起吃饭的？我没有哎，我不过任何节的，我真的我平时都不会这样，因为你知道我不怎么那个什么东西，就是大张旗鼓的又吃饭又干嘛干嘛的，比较喜欢那种一个人干点什么事，一个人我突发奇想我干个什么事，就是比较随心所欲的那种，就真的是这样。我要是难得一天休息的时候，我在家里面连看七部电影，超爽，真是憋到不上厕所，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再起床去上厕所。但是一个人看电影还好吧？我觉得，对啊，就很爽啊。但是你很多人都不是这么想，就像一个人吃火锅，一个人去，比如说唱 K， 我唱过，你说唱过没？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唱过。从中午吃完了午饭，唱到了晚上吃晚饭，你说我好惨，还一个男生。秦牧音是麦霸，你知道吗？跟秦牧音去唱 K， 经常就是从头唱到尾还能跳。这毕竟需要一些气氛的调节。你先来一个，不是你着火吗？荧光棒，快视频！
三色。他记得所有的动作，你凭什么跟我一样？你凭什么也跟我做一样的动作？因为我没有戴手指套上，戴上我仔细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个声都不给你按的，我一个声都不给你按的。我跟你说，放下。他不是一开始就切的，只有一个站地这样，然后还有这边走，然后才切的。切太快了。马上就要2020年的第一天了，睁开眼睛想做的第一件事情。在睡一觉，我就不想睁开，我想日落再醒，我想直接睡到后天，但是不可能，我明天要睁开。我睁眼的第一件事一定先看小八，因为小八要吃饭。我明天肯定一大早就要起来带我儿子出去，让他的生活中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节是什么概念，有什么那些东西。东西接触人群啊，各种，妈呀，就陪伴，妈呀，就陪。我觉得我不太适合有小孩儿。我想说，我躺着，你去那边自己感受一下节日吧。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真的，我没有生孩子之前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可怕的一件事情，生小孩又疼。但当你真的有了小孩之后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它是负担，虽然它会影响你很多的生活，但是你会觉得。你每天一想到他你就笑，你真的一想到他你就想笑，你就觉得你的生活有了动力。觉得他一定不是一个好妈妈，因为他小八照顾得非常好，其实照顾小八有很大的耐心。嗯。所以我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生了孩子，我肯定会把他照顾，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好。但是前提是要生，他因为没生。没到那一步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很想象不到了。其实不是很能想象到我是我怎么。你想，他跟小猪做的饭不比那个孩子那个奶容易。但是我觉得小孩跟父母玩就是一种缘分，该来就来了。该来就来了。我也觉得是。这些东西就人和人的相遇，还有人和动物的相遇，动物和动物相遇，这些东西什么和什么的相遇，只要是相遇，我觉得都是。一种缘分。我觉得倩倩这么多年她没有变过，就小小女孩的那种就很简单。嗯，就是这种不变是本质里的一些东西，是你能感受出来的。我觉得不变挺好的呀，只要不是所有方面都一成不变就好了呗，对吧？对吧？嗯，对吧？就是你能够保持一个东西一直不变，才是这个人，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，就特别是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才是挺难做到的一个事情。就脚踏实地往前走呗。对啊，就是一种坚持嘛。那2020年呢？想得到什么？2020年，我在2020年要好好的想一下我的生日怎么过。你是2月2号是不是？这一辈子只有一次2020年的2020年2号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真的是，你要被筷子敲头，我跟你说。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2020年见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哎呀，等一下，终于坐不住了。其实自己还有局要去找，可能是去找女朋友吧。正好借这个机会就，你打开看一眼，打开看一眼，我这纯手工的哟。哦，是你那天做的。啊，做个蜡烛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这个可爱的，哦，适合我。我那个什么呢？我那应该有个代名词啊，浮夸。哇，我好喜欢我这个瓶子，奶油布丁。还有一个味道比较大，是这个尤加利果味道，是不是搭配还行？我很喜欢尤加利。真的吗？超我。刚刚好，刚刚好。自拍一张。好，这个我就是希望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成长，希望推迟了那么久了。
两年多的专辑能够赶快把它做好，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。本来想说十年的时候给我的粉丝一个礼物的，但是已经十年已经过了嘛，所以说希望在2020年我喜欢的二，数字二这一年的时候，希望可以让大家看见了。